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了吗？知道。已经有说要怎么处理吗？就是按照正常程序啊。方伟明儿子闪机车，宾士失控撞七人受伤。北市承德路和民族西路口中午12点发生一起严重车祸，50多岁的妇人骑机车违规闯红灯，宾士车为了闪避击打方向盘失控，冲撞5台机车，造成7人受伤，宾士的前保杆都撞到脱落，安全气囊爆开。警方发现，要价约200万元的宾士 CLK 轿车驾驶是艺人包伟明的儿子。跑，向前跑，困难煎熬脑后跑。就是有摩托车在我遇见事情的时候从旁边窜去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你完全不知道？看到的时候来不及。啊，对方是违规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个要看警方那边判定的。这场车祸造成5台机车被撞倒地，7人中有5人轻伤送医。是按照正常程序，对，就是由警方去厘清啊，这样。OK， 谢谢。包廷镇九侧指令，左手腕受伤，目前他已被带往派出所制作笔录，厘清意外经过。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